就是气动态，欢迎收看道尔佛三分钟报完好，我是杰英。新闻首先关注，柔佛州政府拨给新婚夫妇的1000令吉结婚援助金开始发放，首批受惠的9对各族新人今天从柔佛州务大臣拿督翁哈菲兹手中接获模拟支票和新婚红包祝福。柔州政府早前宣布，在今年4月14日到12月31日期间注册结婚，家庭收入在5000令吉以下第一次结婚的新婚夫妇将能够获得这笔1000令吉的结婚援助金。柔州卫生及团结委员会主席林天顺也透露，柔州政府已经准备1000万令吉的预算作为结婚援助金，其中400万令吉将拨给非穆斯林新婚夫妇。截至目前为止，提出申请的非穆斯林新婚夫妇反应未见踊跃，只有106对，包括73对华裔、30对印裔及3对其他族裔。接着下来，网传柔州大臣穿40000令吉鳄鱼皮鞋的事件持续发酵。尽管翁哈菲兹已经解释所穿的名贵皮鞋是苏丹伊布拉辛陛下赐赠的礼物，但非政府组织与在野党还是认为不妥。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执行总监仙蒂亚就敦促翁哈菲兹拍卖这双皮鞋，将所得用来协助人民。辛蒂亚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表示，赠礼是贪腐的温床，特别是柔州没有规定议员要申报资产。他强调，掌权者必须实践最高程度的廉洁，拒绝这种赠礼。有鉴于此，他呼吁柔佛议会订立法令，规定所有州议员申报资产。另一方面，公正党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也认为，大臣应该告诉王室，身为大臣不能接受赠礼。尽管苏丹在州内送礼给任何人没有错，但应该落实分权概念。他表示，本身并非要制造任何误会，但若要建立廉洁的政府，就必须自我克制。新闻最后，柔佛州政府检讨恢复星期六及日的周休日。十年因为官方周休日更改而受到极大影响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为了适应变更，被迫进行各方面调整。如今事隔多年或出现优转，受访牧师对此仍表示欢迎。不过他们表明会选择保留当年因时局的变动出台的方案，包括周末崇拜和周六儿童施工等。新山华文基督教联合会主席蔡顺吉就指出，若柔州政府重新修订官方周休日，可谓皆大欢喜。他坦言，当初落实周五和周六为官方周休日时，为教会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其中最大问题就是父母和孩子不能一起参与星期日的主日崇拜聚会。新山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华文教务促进会主席蔡明佳也表示，若政府恢复90年代实施的官方周休日，对天主教会而言无疑是最理想的更动。如果能够恢复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周休日，教会绝对欢迎，毕竟所有活动都能安排在星期日进行。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星洲日报、星洲网。